年轻上相声山娃娃，表演者李鹤彪、史爱庚。看出来了吗？面带忠厚，内藏杀机呀、啊！敢说别的？我这不是夸您呢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大家啊啊！我叫李鹤彪，是您是您、啊啊。哎呀，我也有这个。那就是因为脑袋大糊涂了，给送过来了。你还怕这看不见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！我叫李鹤彪，是您啊，能耐有限，水平一般，嗯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对对啊。想录音的呢，您尽管录音。好，想录像的尽管录像。哎，但是不许偷拍。要如果偷拍呢？你说呢？这就来了吧？是是是，大名大放。旁边这位老师不用我多介绍，您别客气，大伙儿都认识。也认识。史爱庚史老师，您客气。史老师在我们德云社后台来说，嗯，可以说是个特殊分子。怎么特殊？你看啊，啊，我们这一场下来，啊，到后台，甭管多少，给点钱。哦，演出费。哎，这叫劳务费。对对对。我们都得伸手接着。哦。因为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啊。是。史老师则不然。我呢？给劳务不要。我不指着这个，拿说相声就当个玩儿。对，你要说硬塞给他啊，站在那儿，自己撤自己嘴巴，比我撤得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也撤不出民族英雄这话了。给劳务不要，哎哎，人不指着这个，对不对？不指着这吃喝，说你们家有钱，这是真的吧？有，对。我给朋友们介绍介绍怎么样？好啊，您给说说。史爱庚他们家啊，祖居在咱们通州，啊，老家是通州的，离城40里，通州。嗯，到通州一打听，老史家啊，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全知道。就拿史老师的父亲来说吧，啊，那是方圆附近鼎鼎大名的大菜猪，啊、是吧？东西值钱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您那怎么说话呢？谁菜狗啊？啊，谁菜猪啊？谁爸的菜猪啊？形容那有钱人不都这么说吗？那叫财主。财主，我说好几年菜猪了。那不是没人偷拍你吗？你老有这个，要偷拍曝光，你早改过来了。有财的主，哎，大财主，哎，对啊，有钱。嗯，就拿史老师他父亲有个外号。叫什么？一听这外号，那就是有钱人。您说说，史老师的父亲啊，叫史半球。你琢磨琢磨，啊，你爸爸叫尿世界。你这姓氏合适？什么叫姓氏合适？哪有叫这名？什么叫史半球啊？就说啊啊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对吗？不明白。就说史爱庚啊，有半个地球的爸爸。啊、你有半个地球的爷爷。这玩意儿多闹的慌。什么叫闹的慌？嗯，您逗什么闷子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说的不对啊。什么叫使半球啊？就是你们家有半个地球的产业啊。对，买卖，这话对。人家那个产业啊都已经发展到海外了，与国际接轨了。老史家啊可以说是良田千顷，树木成林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躺，票子成刀，现钱成堆，鸡鸭成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周人们成恨，兄弟们成仇，全打起来了。没这么说的，
这不对呀、啊！兄弟们和美，兄弟们和美，妯娌们和睦，和睦的大家庭。哎，对，大家庭啊，到他这边算完了。怎么呢？财齐人不齐，这话怎么说呀、啊？你看啊，啊，从你们家祖上到你爸爸这辈儿，啊，是108辈单传，这指不定折谁那儿呢 啊, 啊！传到你爸爸这儿，啊，你爸爸没儿子。你这玩意儿你琢磨，哎哎哎哎哎你、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问这个事儿？对呀、啊，他怨我什么？不是，您把话说清楚了。怨我没说清楚。您说清楚了，这说你父亲啊，40多岁那会儿没孩子。哦，你是个老生之子。什么叫老生子？你看啊啊，石老师有个小名。叫什么？一提他的小名啊，就知道他是个老圣之子。您说说啊，石老师、啊、小名叫九一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啊，石老师的父亲91岁有着他。好家伙、啊，老头够棒的啊！没听说过的，不对、啊，没这小名，我小名叫五一。五一，哎，意思就是我父亲在51岁那年有的我。哦，对啊，五一。对，我说错了，哎，记错了，五一，五一，对，十五一嘛，还有什么名字？哎，石老师他父亲在51岁啊，五一劳动节那天有着他，这家伙巧劲儿的，他算劳动成果吗？我是地里种出来的，你妈那块盐碱地种出来的，没听说我什么盐碱地呀、啊，哎，十五一，十五一，对，我这说的是你父亲40多岁那会儿啊，没孩子，哦。这么一大片产业啊，没有个继承人，没有个接班人，对，嗯，着急不着急？着急啊，一个人坐在前院书房是闷闷不乐，嚯、哦，仰天长叹，什么样？啊、天哪，天哪！咚仓，哪来一锣？哎，我父亲要拍戏呀、啊。你父亲啊，老圣之子吗？唱老圣的吗？什么唱老圣之子就唱老圣的来了啊、哎、你看看人家这是怎么了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，我父亲这是怎么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，就是怎么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，你这是要死，我这体会你爸爸当时的心情吗？这不，您就别学的那么细了、哎、想我使银棍一辈子没这名啊，你爸爸小名才叫银棍呢，那应当叫什么啊？叫什么？您不知道，就说石某某就成。对，哎，想我史叉叉，你爸 SB， 你什么都说，你怎么什么都说？什么叫叉叉啊？你废话，那叉某某写在书面上不打俩叉吗？那别这么念，就是某某。行，依你。哎，想我史某某。嗯。一辈子修桥补路，做的竟是善举，为什么到我这就乏嗣无后了呢？怎么就没儿子？老两口子，我们是缺了哪辈子的德？就这句话不要紧啊，隔墙有耳，谁听见了？被你府上的小丫鬟听见了。哦，小丫鬟端着茶，要到前院里来送茶。哦，隔着窗户一听，嗯，哟，老爷为什么说这个狠话呀？对。我不妨到后院禀报我家安人得知。安人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母亲。哦，为什么叫安人呢？不能叫夫人，不能叫太太，得叫安人。哦，员外安人，表示对你母亲的尊重。是是是。哎，来到后院跟你母亲一说啊，你母亲非要到前院里来瞧瞧，看看我父亲。这时候有4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。都谁呀？有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嘿，我妈要倒霉。怎么这么说你妈呢？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哪来的？4个小丫鬟的名字嘛，这进府给起的啊。那没有烟梅、硬梅呀、啊，那叫还是春梅呀、啊、腊梅呀、梅香啊、秋菊啊，这差不多。哎、4个小丫鬟啊，要没有这4个丫鬟啊，你妈都出不了门。我妈身子沉，没腿。你妈才一段肉轱辘呢、啊，有腿没腿？有腿，有腿。哎，有假腿，知道吗？假腿啊。真腿，哎，有一条真腿、啊、还有一条假的，是吧？几条真的、啊、两条全是真的，两条全是真腿，哎，两条假腿，
你妈才四条腿呢，怎么这么乱？要你说几条真的几条假的，一共就两条腿，全是真腿，全是真腿，全是真腿。简短截说，来到前院书房，他母亲一进门一看，要，怎么个意思？踩猫尾巴了，把猫轰出去，去出去。哎，我说老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夫人呐，我心里难受。你怎么难受了？我委屈。不，你怎么？您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吧。这老两口子怎么配的？一个这么高，一个这么矬。啊，你想这道理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妈刚进门她站着呢，那我父亲呢？你爸爸坐着呢。你爸爸们都坐着呢。行了，您别比划了，你爷还坐着呢啊，平视就成了。哎，我就别学那么细了。对，就平视吧，平视就可以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嗯，平日里欢天喜地，今天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哦，老夫老妻这么多年，我是缺了你的吃了，是缺了你的喝了，是缺了你的穿了，还是缺了你的带了？哎呦，我还是缺了你的奶。哎，哪样啊？这下您就接一屁放了啊？哪样？不是，那人比划什么？我怕他们误会。您不比划，他们不误会。是缺了你的哪样？别比划了，哪样？缺你说哪样啊？你父亲一听啊，鹌鹑呐！你妈才秃尾巴鹰呢！什么叫鹌鹑呢？那叫什么？安人呐，安人呐！啊，我没有问你，你反倒问起我来了。嗯，我来问你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您听吧，我妈是存款。我说存款了，那不是取出来多少年了吗？应该吗？迎娶过来多少年了？我把你娶过来多少年了？对，啊，二百多年了吧？我妈又是妖精是吗？啊，多少年？二十来年。二十多年了吧？哎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二十多年当中，你给我生下一儿，我给我养下一女，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？这话问。就这句话啊，整戳到你妈肺管子上。可不是，这么多年了，就怕提这个。是，你妈当时就急了。哦，那真是一个轱辘的车，翻了。嚯，酱肘子出锅。怎么说？绷牌了。嚯，兔爷贴金啊，绷脸了。哎呦，兔爷拍胸口啊，满空。嚯，兔爷过河崴泥了。哎呦，兔圆两根该脸拦着了。行了，没那么多兔爷啊，搁一块说热闹。甭这热闹，你妈犯着急了。是要啊要，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，嗯，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，不生不养是你们家的造化。还有你家造化？哎，啊，别看在你们家没生没养，想当初在娘家当闺女的时候，我们没少养活。什么呀？小花猫啊！您把小花猫快点说出来行吗？小花猫，好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啊，没少养活小花猫。哦，你要想要孩子，嗯。你得求神拜佛，哦，你得行善积德，是你得刷娃娃，哦，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。我父亲明白了。哎，啊，爸爸一听，对，啊，得刷娃娃。哦，为了你刷过娃娃没有？对，刷过娃娃。哎，什么叫刷娃娃？您说说。就是夫妻小两口啊，结了婚以后很多年没有孩子，怎么办呢？嗯，到这个娘娘宫去啊，拿这个红丝线刷回一个泥娃娃回来。哦，日后呢就有孩子了。对对，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啊，啊，这是封建迷信。没错，当时信这个。嗯啊，去吧。啊啊，你现在你说没孩子啊，啊，咱去趟新兴医院，哎，什么都解决了，是吧？是是是，男的毛病治男的毛病啊，女的毛病治女的毛病。我看您就有毛病，甭给他们说这个。哎，啊，咱就说这意思。该说毛了。哎啊。你父亲为了你去过四大名山。嗯，都哪四大名山？为了你啊，去过五台山。那为我。为了你去过普陀山。为我。为了你去过压鸡山。为我。为了你去过狼牙山。那是为了革命的胜利。狼牙山像话吗？你爸爸不是一个人去的。一个人呢？还有四个。后来你爸爸挂树上了吗？啊，没听说。活了真不容易。不对，哪儿啊？京西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。对，
要你说啊，庙峰山几月初几开庙？4月28。4月28。对，他妈打四月初就开始梳洗打扮。干嘛那么早啊？就为了抢烧这头一炷香。这心多诚啊！心诚啊！啊，哎，四个小丫鬟伺候他妈梳头。嚯！那真是一把头两把头美人头，他妈都不梳，大又梳那么一路的什么头？火车头，顶死你！他火车头什么头啊？美人头，美人头。哎，擦粉也讲究，擦什么玫瑰粉、檀香粉、茉莉粉，他妈都不擦，但要擦那么一脸的什么团粉？团粉，我妈勾芡的脑袋是吗？啊，什么粉？团龙粉，团龙粉。哎，梳洗大便已毕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打扮打扮。梳洗打扮，梳洗打扮，瞧我这嘴呀、啊！哎，对，梳洗打扮，打扮，哎，一毕。嗯，他父亲给准备了一辆大二车。什么叫大二车？就是花轱辘轿车。哦，他爸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。嗯，车老板跨车辕子，一扬鞭子，我，啪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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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影了，到了，掉沟里了，掉沟里了，赶紧捞上来，捞上来吧。嗯。捞上来以后，嗯，继续往前赶路。哦，简短接说，嗯，这一天就到了妙峰山下，到山底下了。他妈下了车一看，嗯，妙峰山景色宜人啊，是真漂亮。嗯，山上山下，这个游人是川流不息，哦，络绎不绝。哇，依着你妈 啊，要拜山。哎，我妈要当土匪是吗？你啊，拜香，对，要拜香。哎，什么叫拜香啊？什么叫拜香？就是从山底下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，多不容易，多虔诚。是，话是这么说啊。哎，贴身的小丫鬟是干嘛的？他得拦着点，得劝着点。对，贴身的小丫鬟，什么叫贴身的小丫鬟？您说说呢？啊，就是打小跟你妈一块长起来的。哦，哎，打娘家一块嫁过来的。嚯！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你爸爸要不在家，啊，跟你妈一个被窝里睡觉，哦，同吃同住，哎，哦，他得劝着点儿，啊，怎么说的？我说老安人呐，啊，则不妨坐这个二人台爬山虎，老娘娘也不怪罪，哈哈哈哈！行，还捋两口呢是吧？啊，这是小丫鬟吗？这不是赶车的吗？丑丫鬟，啊，丑丫鬟也得细声细语的。啊，嗓门粗，这小丫头，您学点戏，汗毛重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上边长出汗毛来了。哎，您甭见啊，哎，就听他的吧，听他的。坐这个二人台爬山虎，上山，坐到山顶。嗯，这是依着你爸爸啊，依着你父亲啊，他要进山。进山？哎，知道什么叫进山吗？怎么个进山？从山上到山下，啊，一个闲人都不留了。嚯，哦，哎。不留闲人了啊！当时他爸爸站在山顶上是振臂高呼，怎么喊的？我要进山啦！行了，甭啊了，进山就没我了，把那一窝子娃娃抱走都没用了啊！进山，对，我要进山啦！对，啊，怎么还有个啊呀？痛苦？什么？那痛快？哦，痛快，啊，痛快，哦，痛快，哎，啊。咱说句实在的啊，不客气的话，您说老史家有的是钱，对，但是没有势力，达到进山做不到。哎，要说从山上到山下一个闲人都不留了，嗯，还做不到。是是，也就是老娘娘供的大型宝殿里啊，没有闲人了。哦，这就不烂。什么是三岁的毛童 啊，四岁的毛女儿啊，嗯，一个都不留。哦，偌大的大型宝殿就剩您母亲一个人。呵，还有一老和尚。哎，啊，庙门就关上了，还关上了。传说朗朗的念经声，什么念经？哦耶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和尚出去！你妈也说啊，讨厌啊！老和尚出去！哎，老和尚出去！小和尚进来！小和尚进来！小和尚也出去！小和尚出去！哎，老和尚进来！哎，不是怎么着，晃岗呢？是怎么着？老和尚出去！啊，小和尚进来！行了，干嘛非得留一和尚？他得留一和尚，干嘛呀？谁这个敲磬，谁敲木鱼儿啊？哦，得有人敲磬诵经。哎，哦，说着话，嗯，你母亲跪在地下祷教，祷教。你妈才牛呢，那叫祷告。对，要祷告，祷告。哎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缺门德是在下。你妈缺德。对，野门鸡是在下。你妈野鸡。傻门蛋是在下。你妈傻蛋。别说了，什么门什么事？史门李氏，
咱不管他什么门什么事了，这时候他不管了。李史门卯氏在下，史门卯氏啊，史门卯氏在下，愿老娘娘赐给我们一儿半女的啊，转过年来我会给你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呵，说着话跪在地下磕头。哦，当当，行了行了，别磕了别磕，当别磕，我妈铜柱的脑袋是怎么着？正赶上老和尚敲磬，哪那么巧啊？说着话，你妈站起身来，啊，点着一炷香，哦，把这炷香交给小丫鬟，嗯，小丫鬟交给和尚，嗯，和尚把这炷香插到香炉里边，这时候你妈打怀里边一伸手，啊，掏出一根红丝线来，这叫拴娃娃，这要开始拴娃娃了，嗯，这拴娃娃可有讲究，什么讲究？高处有娃娃不敢拴，怎么呢？根基不稳，不好养活。哦，老娘家怀里边抱着一个娃娃，嗯，这个不敢拴，为什么？长大了以后是真龙天子，你们家担不起。哦，低处有娃娃不敢拴，怎么呢？太淘。那哪儿找去？你妈得找啊。啊，哎呦，哪个是我的儿？我的儿在哪儿呢？行了行了，您找吧，我妈这儿套狼，您看见没？啊，找啊找，哎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最后一撩着供桌围子，啊，发现你了。就我一个人吗？不光有你，还有谁？有马季，有洛桑，我跟俩死鬼在一块待着呢。你们三个人在那安安静静的看书呢，吸毒呢，吸毒呢。他们俩吸毒，你没吸，我多好。你一个人在那安安静静的看书，扎马飞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妈一看，哟，这是我的儿，这是我的宝儿。嗯，拿红丝线小心翼翼的把你拴下山去。哇。你说爷爸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？嗯，时间可不长哦。你妈身怀有孕，嘿，你妈瞧着自己的大肚子就美啊，就高兴。是，嘿，你说不服行吗？就是不服行吗？那是，老和尚多灵啊！哎哎哎，老娘娘多灵，没老和尚什么事儿。老娘娘多灵啊！你妈这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鼓，嚯，最后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。我妈怀着我呢。这是你妈气鼓，我去你的吧！